这是第一次来澳门参加这个澳门影像的这个大展，那本人非常的兴奋，也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我们这次能够展出很多台湾重要的艺术家，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。那希望能够继续，希望澳门的影像的这个大展呢，能够继续延续下去。我们以后呢，能够带更多的更好的艺术家来过来参展，这样，谢谢。